哎呀，真的，哎，新的一天要开始了。我们要准备出发。这个就是我的床，也不是很乱吧？还好吧？我要过去叫他们一下。喝什么？我喝茶吧。咖啡。咖啡。先坐下。我们昨天拿那个人的电话，叫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的？你可以打电话然后问他。就您好。你好。我们打电话吧。对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啊，你是就是那个小什么？喂，您好，您好，那个您，请问您是那个短视频达人吗？喂，你好，哎，您是短视频达人吗？是小尼，哦，他是小尼，去咖啡店等你，一会儿见，拜拜，地址，小伙，我怎么，再打给他问地址，再打一次的话，他可能不接了，哎，您好，那个咖啡馆在哪儿啊？您没有告诉我们。发定位，我给你编一个短信发过去吧。好，哦，好，太好了，谢谢。好的，好吧，那我们走吧。哇，好嘞，走吧。